省钱 DIY 绿茶调理面膜，每周一到两次，帮助修护紧致肌肤，使用时的清凉感也有力舒缓作用。同时剥除湿面膜，能连肤带走皮肤表面老废角质，净化毛孔，细致光滑肌肤。配方组成与思路，利用成膜剂提供紧致拉提与最后的可撕除效果。绿茶与芦荟萃取，帮助抗氧化舒缓作用，对抗肌肤老化。同时成膜剂的黏附特性也有助清理皮肤表面老废角质，净化毛孔，细致光滑肌肤。调配 A 项，配 B 项，将 C 加入 B 项。继续将 D 加入 BC 项。将 BD 加入 A 项。之后充填入瓶器即完成。如果喜欢本影片，请帮忙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、加铃铛，不漏失最新影片。